作公司也有回应嘛，说这是有人恶意作假的部分。这个东西出来应该是要去找那个流出来的人吧，因为这样的人比较坏。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觉得哎，应该也是在闹或是什么的，但是因为身旁有人在打破，我就是觉得一直在传阅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好像人家也会说哦，我都不介意，所以我都不回应什么。可是其实讲一讲，我没有不介意，只是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再聊下去。我觉得蛮开心的，就没有人再问我凶手是谁了。对，就感觉大家就是好像一出来就要赶快看，因为很怕被爆雷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，没有人来烦我了。网友说这好像有走光的情况一样，对，但是因为机器人有回应，是。回应什么？因为好像公司制作公司也有回应嘛，说这是有人恶意作假的部分，所以我就觉得哦，那就这样。因为一开始我会觉得说，那这个东西出来应该是要去找那个流出来的人嘛，因为这样的人比较坏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是看制作公司那边怎么做。那我觉得出来了之后，他也是讲说哦，是有人恶意制造这个影片，那我就觉得大家也不用去传阅了，对啊，因为大家都有点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觉得哎，应该也是在闹或是什么的，但是因为身旁有人在讲，我就是觉得一直在传阅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好像人家也会说哦，我都不介意，所以我都不回应什么。可是其实讲一讲，我没有不介意，只是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再聊下去。那华灯之后给你什么样，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回响吗？我觉得全民在抓凶手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，因为我自己知道，所以看着大家在讨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，感觉好像只有我知道一样。那之后有想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吗？女混混吗？可不可以有暴力倾向的路线？我们在一起拍华灯的时候，他就有说，他是混混，其实你真的很台。什么叫很台？我觉得这是贬义词吧。然后他就说没有，这是称赞你。他说没有，你就是那个台，不是那个台。那我说是什么台？他就是，哎呦，反正以后你就知道，我一定要就是他感觉就是好像想毁灭我，就是现在所有的形象，然后去可能创造出不同的角色形象，这样新的国学服，对。那我就觉得好啊，那也蛮有趣的，不知道就被毁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